是蕭華 ，Hello， 我是好東嘅 David， 我是黃飛啦，大概我是天豪 ，Hello， 子龍，我呢個朋友咧，我唔知邊個，係喎，上次係四個同學見我面啦，今次有嗰個三個三係點啊？好啊，子龍同埋天豪。做咩？你嗰啲係嗰啲咩發熱光啦，同埋嗰啲情感物裝嘅。係啊，成日做嗰啲好特別嘅。你講水喉出嚟啊？你講咩？係咯，眼水喉出嚟啊，風口位好凍。所以佢哋幾威咪著曬啲好褸上去玩。係啊，點解可以裝啲好似點解著短袖嘅？哇！呢位同位朋友，你係咪都怕同嗰扎？即係男仔怕唔怕同女嘅？超怕，好怕，好怕，極怕。唔係邊三個人著曬長袖嘅，隔離嗰啲咧，你攞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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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少少怕嘅，唔怕啲，你咧怕唔怕 ？OK 怕，但係我覺得男仔嚟講咧，對於呢啲咁東西少少粗略啦，一定係男強壯啲嘅。咁啊，邊樣中意咧？咩主題啊？我中意公司喎，其實。我中意呢啲嘅喎，呢啲啱啊。呢啲咩？因為我瘦啊嘛，著得健身。這個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，是吧？沒錯，你想會不會再有情懷勾的？看看怎樣啊，哦，即是情懷勾的，對，看看他們怎樣啊，你願意是吧？都是的，沒錯，哦，明白，那你們自己識做一下，那令他願意就可能純粹啦，三個人之純粹一點，我覺得是沒有的，因為唱歌會不會同時有些我哋今次同上次啊 ，solo 少咗。solo 少咗，好喎！我想睇你一個人啊，好有精神。上台多啲。同埋我覺得咧，成唱歌咧都幾難嘅，因為有人真係好多會。所以嘅時候咧，不如交俾佢六個 SS 嘅朋友表演好嘛？交佢哋啦。請全部掌聲。为穿一堆雪害怕，真心难解的话。